李多英上演希腊联赛首秀，助帕奥克掀翻卫冕冠军。北京时间10月21日消息，前韩国女排二传李多英于当地时间20日在希腊联赛首次亮相，帮助帕奥克俱乐部以3-0击败卫冕冠军奥林匹亚科斯，三局比分为25-16、25-20和25-21，这是帕奥克队史上首次战胜奥林匹亚科斯。李多英在本场比赛中贡献3分。近来，妹妹李多英更因深陷与丈夫赵某的私生活纠纷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女排联赛连续8年问鼎冠军，近2届比赛更是保持不败。